决定不招了，又要看。行，不累。看这个光，紫红的，又红又紫。好，好不好？上次看的紫红，拔开的那个灯泡。我不知道了，我就等着你们了。压死了！掀开！哎，你推我！哇！林毅啊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不行了，顾总啊。这种事情不就是练出来的？你让我多练几回能死？哇！练什么练？你要练找别人练去啊！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公主，按你所赐，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怎么开房啊？估计只能找你来了。关我屁事！顾总，你要求我开房，我鸳鸯都长成这样了，你不要？长成这样了，我以后不欺负你了。行了，你丫的给我喘过气来，松开。肾虚了是吗？受不了！哎，第一次洗这么真有事。好了，你躺着吧，我都等了很快。头发掉了。感觉他上厕所。